中国女生真的是选秀里的一股清流。오영상을교복을입고새로로찍도록하겠습니다버전오오를보여드리겠습니다사랑에들게된다면 ASMR 로오오를불러보도록하겠습니다如果这次顺利发表我能够在 C group 的前十名的话我将为大家模仿大猩猩跳一段主题曲我要做的东西呢将是把我的头发染成彩虹色的每一条都是不同的颜色那我就 cos 贞子来吓人如果我在 C 组拿到了15名以内的名次的话呢我就拿着香菜跳 OO 然后呢在 Pardon Man 那个 part 的时候呢吃一口香菜如果我在 C group 里面拿到10名以上的成绩的话我就俯卧撑交叉单手吃掉一整个胡萝卜吃10个柠檬大家可以炸酱面一起没错就是这么奇怪的黑暗料理组合